喜欢纷飞出动软柔，夏天恋人共执手，他这只还没轮暖就把成影像相思愁，这季情诗与手守候，面色里眉目如酒，被风压温润眼眸，姑娘面容也清秀。你们三个干嘛呀？赶紧绑架我呀！哎呦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叫的。记得啊，出门的时候弄点动静就行了。大哥，对方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绑架他，而且整个侯府连个寻常的家丁都不曾有。情况不对，撤。什么情况啊？哼，奸商啊奸商，拿了人的钱又不办事儿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混江湖就要有江湖的规矩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于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还差不多，赶紧把我绑了吧。不必这么麻烦，直接跟我们走就好。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约莫丑时左右。那么晚啊？夫人若是嫌晚，为夫早些回来便是。我是怕夜里凉，你就直接住集市就行了。夫人又生我气了。别搭理我，为夫就喜欢看你生气时候的样子。你这个人就是个变态。夫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为夫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岳父大人给你下了禁足令，这样反而能让你出去转转。买买买买！
怎么样啊？你，公子羽，夫人，今日我们出城玩可好？就你我二人，一个随从都不带。就你最难对付。不去，有你在我就不去。夫人，玩捉迷藏可好？夫人，我来藏，你来找可好？没问题啊。哎，那你记得跑远一点啊。没问题，夫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找你个屁！我找。真玩捉迷藏，来了！你藏我找？当然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与夫人于新欢出城游玩，玩捉迷藏的游戏，我藏他找，直至游戏结束。成交。如